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我居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他的气息。宁儿，你去哪儿了？怎可私自离开行宫？西明可容不得你胡来，你又想惹出什么祸事来？皇兄对不起，我觉得行宫很闷，就出来透透气，看到这皇宫的景象这么好看，就忍不住出来走了走，然后不小心就迷路了。皇兄，我知错了，你能不能不要生气啊？明日先随我去参加国宴，回来再罚你。再胡闹，我就送你回东岳。皇兄，太子殿下，公主。皇兄，你们都出去。是，太子殿下。宁儿，随我进来。是，皇兄。我能不进去吗？说吧，你到底是谁？今日他的表现实在太反常了，不仅毫无半点痴傻之气，一双灵动的眼睛更是隐隐闪现出聪慧之光。皇兄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是你的皇妹苏清莹啊。哦，是吗？本宫可不记得莹儿有那么诡异的身世，可不记得她何时变得如此聪明。皇兄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不明白，我真的是苏清莹。若我不是苏清莹，为何和她长得一模一样，连皇兄你都不曾发觉呢？明明相貌确确实实是我的皇妹，但是里面的灵魂却好似换了一个人。莹儿天生痴傻，连一句话也说不清楚，反观你说话清晰，头头是道，要本宫如何相信你？皇兄，如果我说我死过一次，你信不信？你说什么？皇兄，你心里定然很是疑惑吧？明明一样的容貌，突然变得迥异的性格，这个是怎么也说不通的。实际上，我在前两天就已经死了，本以为我会就这样死去，没想到我在临死前看到了我浑浑噩噩的一生，我觉得不甘心，不甘心就这样死去。阎王爷怜悯我，所以让我重生了。重生？皇兄，我知道我的说法有点惊世骇俗，可若你还不信我，我也百口莫辩，要杀要剐全凭皇兄处置，我绝不反抗。本宫信你。皇兄，你不怕我吗？我可是死过一次的人呢。你只要记住，你是苏清影，我是苏子义，你永远是皇兄的皇妹即可。哪怕你死过一次，只要有皇兄在，必定保你一世安然无恙。皇兄，我知道了。莹儿，关于今夜之事，你万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否则后患无穷。皇兄，你放心吧，重活一次，我已经不再是那个痴傻的苏清莹了，你放心吧。